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世界之最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世界上最美丽的鸽子——绿梭鸠，它们又称绿梭鸽和尼科巴鸠，主要分布于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、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等地。成年的绿梭鸠体长可达40厘米，体重在460到600克之间，上身主要为绿色，带有红铜色光泽，下身为暗灰色。平时它们会在岛屿之间成群飞行，晚上多半会在缺乏掠食者的小岛上休憩，白天则飞往食物较丰富的岛屿觅食，主要的食物来源包括种子、水果及嫩芽。当食物匮乏时，它们也会聚集到种植有谷物的地区，导致不少绿梭鸠死于人类猎杀。如今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少，全球不足1000只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只好将绿梭鸠列入濒危物种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、关注哦。